大姐，你放心，你重新贴上的膜还是换的膜，我都按出厂价给你，这行吧？那不还是两份钱吗？就这你还不知足呢？我跟您说，就这我们都亏大发了。行了，换吧，就这么着吧，省着回去之后啊，一看见就后悔。你说我想省点钱还不行？哎，老板，要不然再送我们点东西？啊？ 毯子跟这个垫子都送给你了，还算送给你。这样，这样吧，再送大姐一瓶香水，这行吧？哎，行行行行行行。哥，没你这么做买卖的啊，颜色是他们选的，模式是他们挑的，就是要换也得按时件收费呀。轮子哥，这家人啊，耽误了咱们两个钟头的功夫，还没赚着钱。 哎呦，亏就亏了，老百姓买辆车不容易嘛。可这事儿不是第一次了。春燕，小豆子，你们记住，今后呢，像这样的顾客会越来越多，对我们的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。所以啊，就要求我们的服务态度更周到、更细致。你想想，这老百姓买辆车不容易，这是家里最贵的家当啊，对咱们的服务能不挑剔、能不事儿多吗？再说了，这大多数的老百姓啊。 对这车确实是一窍不通，所以呢，说话的分寸啊、态度都要注意，不要产生误会了啊。哎，上次那个小两口还记得吧？愣说咱把他们的捷达给保养坏了，哎，回家的路上可就冒了烟了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没松手刹。<笑>行了，干活吧，干活吧，哎，赶紧。 还以为你跟新平闹的病就过去了呢，啊！你结果好几天了，这还没过去呢。你少废话，你马上去给我找新平去，啊！给他说好话，不轰好了不算完。我不去。啊？怎么着？还是不去？这马上就要办事儿了。你说新平要真是给气跑了的话，要离开你，你傻小子哭都来不及了，傻不傻呀你？这件事上我没错，他这么不理解我。如果因为这件事他提出跟我分手。 哼，那随便。嘿，好儿子，你说你到现在你还较劲呢？啊，你可真让你爸爸我着急呀、啊！我是你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命令你现在赶快去赔礼道歉，是不是？你错不错的，咱是老爷们儿，不能跟人家一般见识。不是爸，这件事情事关原则，你知道吧？狗屁原则！什么原则呀？小两口闹点别扭是常事儿，他妈再见我大嘴巴扇你我！ 金平，是我呀，轮子，开下门呗。你找新平？嗯。哦，他出差去美国了。去美国了？走了一个礼拜了。 哦，是吗？啊，得了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？这回可是被骗惨了，爹。 他还把那小子当真佛了，其实就是一骗子，就在那大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，现在呢，人影都没了。我还是不明白，姐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那骗子说要给大楼窗户贴膜，其实就是想把那一大批车模推销给他。我看那个车模还能凑合着用，能用。 我就知道是这路货，这就掉色了。要是给客户用了，还不找咱们算账啊？你一下子还进了500多平，哼，70000多，就这么没了。潘哥，你挺聪明的，再说你过去看到过这种车模，你都在这上面栽过跟头了，怎么还看不出来啊？我进模的时候啊，看着是有点二乎，可是他们说必须要用这种模。 谁知道他们玩的是词儿啊？哎，你不是挺能干的吗？啊，这倒好，
一下子把挣的全赔回去了。全的，你能不能不幸灾乐祸呀？姐，咱以后可得小心点了，咱可经不住这么赔。不就是7万多吗？大不了这俩月我加倍给你挣回来。你说的容易。谢谢阿姨。叔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在美国可能是安排太紧张了，心病感冒了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叔，我是这样安排的，我呢想让心病在家里边好好养病，等他病好了之后再去上班。啊？你让我不去上班呀？皮特还等着咱们俩总结呢。这不有我呢吗？我替你做了不就完了？哎呀，我去洗把脸，累死了。叔，我们吧在美国特别匆忙，也没时间逛街，是随便买了点东西，请你们二老相纳。你是太破费了。你这孩子啊，每回进门都不空手，去趟美国还买这么多东西。阿姨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也听阿姨的，别急着回去了，晚饭就在这吃。成，没问题。我说你他妈要不要脸啊？又跑这干嘛来？腿是我自己的，去哪儿那是我的自由吧？自由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抽你丫那也是我的自由是吧？你干嘛呀？丫一来准没备好屁。那你也不能上来就动手啊。小来子，你还不赶紧走，以后没事别上我们这边来，走啊。告诉你们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走就走。嘿，赶紧滚蛋。什么东西，咱那点老客户他妈全让他们抢走了。谁说都让他们抢走了？你看这不咱的老客户吗？不都又回来了？确实不错不错。这样怎么拉回来的？好多老客户的情况我还记着呢，我跟小豆子又把会员档案给做起来了，我还用追踪服务的办法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，跟他说了咱这儿的优惠活动，有的人就又回来了。哥，听见没有？多聪明，多能干啊！我说，咱还得给他涨工资，涨得高高的。那是必须的。进了点货，收入我就过来了。顺道呀，绕了不少道呢。这怎么着？我来接你，你还不高兴了是怎么着？少华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我说呀，咱们家念念这么聪明，20多个英文字母都能背下来。明儿啊，把我们家诗集拿来。那什么？甭多了，一天教他一首。可他这么小，能学会吗？怎么学不会啊？念念，能不能学会？能。你瞧，我咱俩一块说啊，我教你一个。我，居下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哟，你都会了，我再来一首啊。日照香炉生紫烟。日照香炉生紫烟。遥看瀑布。挂前川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真聪明。
不是哪儿去了？春儿姐，怎么了？有个人找你。谁呀？都等你半天了，春燕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有事没事啊？少华哥，你赶紧带孩子进去。走。哎，春燕，真没想到咱俩都有儿子了。那天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们老板那天找我，把我骂了一顿，我这才知道咱俩都有儿子了。我还要继续问他呢，他走了。你知道，我知道这事儿以后，我这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后来啊，我就开始到处找你，我就听你们老板说，他是什么车行的，我就把北京的车行几乎都找了个遍，我总算是找到你了。春燕，你能不能让我和儿子说说话呀？不能，范斌，他不是你儿子。那个叔叔是谁呀？那不是叔叔，那是大坏蛋啊！那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甭管那么多，背古诗，怎么说来着？什么日照香炉生紫烟？日照香炉生紫烟。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。我知道，你把我当成无情无义的人了。你肯定特别恨我吧？你说错了，范斌，我早就不恨你了。我恨的是我自己。你真的不恨我了？就算你能原谅我，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不过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咱俩也没可能了，但是，他毕竟也是我的儿子呀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念念不是你的儿子。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走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春燕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我儿子，我还会再来的。春燕，那孙子怎么来了？他都想干嘛呀？他知道念念的事儿了，说想看看他。这也就怪我嘛，嘴欠，当时就不该告诉他。这时候来找念念的，早干嘛去了？可他都说了。他还会来的。他敢，春燕，我告诉你啊，打今儿起，这孙子要再敢来骚扰咱们，我大嘴巴抽死他！哎，小倩，你别管了，快歇着去吧。阿姨，我刷的盘子绝对干净，我在美国是干这个的，这是我的专业。那也别管了，去跟你叔叔好好说话去吧。哎，阿姨，我就是新叔是不是不太待见我？从来都不跟我主动说话，你都看出来了啊？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叔叔啊，原来比我还看不上文字，也不知怎么了，新平出国这几年，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不但喜欢上了那小子，都把他当女婿了。哎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文字把新平得罪了。新平呢也把他看透了，你叔叔是什么态度也就不重要了。嗯，伦子，是我。哎，星光，有事吗你？你和新平是怎么搞的？这点疙瘩都解不开了。那天我想跟他说说你们俩的事儿吧，哎呦，他立马就要给我掉眼泪。你说，现在他和黄建又近乎上了，还把他找家里来了。我跟你说啊。你要是心里有心平，你麻溜给我过来。你好好的跟他把事儿说清楚了，能把姓黄的那小子给我打发的更好。我可告诉你，姓李的，现在除了你这个女婿啊，别人我还不要了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新平，轮子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轮子，坐，来。
轮子，不像话，这么长时间也不来。你干嘛来了？我妈问你呢，你干嘛来了？我就想问问，她干嘛来了？你来就问这个吗？我就想问这个。那我告诉你，是我请她来的。至于来干什么，你管不着。你又想干嘛？轮子，星光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轮子。你今天怎么能这样对人轮子呢？啊？哦，还有，你跟黄健的关系也越来越暧昧了啊。你考虑过人轮子的感受没有？怎么着，还真想放弃轮子和黄健发展关系了？爸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只有他。可是我现在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。我知道，你就看着黄健合适。我还就看上黄健了，就轮子他，他连黄健的一个小手指他都比不上。新平，你听我说，你肯定是跟轮子发生什么误会了。但是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放就放了，你真觉得黄健比轮子更适合你吗？行了，爸，您甭说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好好清静一下。哎，出去出去出去，老东西，你要是真为咱闺女想啊，你就少说糊涂话。我这就是为她好，我怕她将来会后悔。闺女，你总算看清楚那小子了，你这就对了。不会吧，那念念真丢了，你好好找了没有？我找了，阿姨说她刚才还和小朋友在外头玩，转眼就不见了，还以为是让我接走了呢。你别着急，不信这么大人还能真丢了，走找去。送哪儿去了？啊！今儿你要不说了，我就抽死你！听见没有？干什么？放开！春燕，我刚给你们车行打电话，我想跟你说一声。你要说什么？念念在我父母家呢，你别找他了，放心吧。
半边，你快把念念还给我吧。春燕，你冷静点行吗？只要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考虑考虑，我想这事儿一定会协商出一个妥善的结果吧。现在 DNA 结果也出来了，念念就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这事儿就是闹到法庭上去，我想法官也不会剥夺我亲生父亲的权利吧，更不会剥夺我抚养儿子的权利。春燕，我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也没个孩子，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？现在啊，我老婆，我父母已经准备接受我和你以前有过一个孩子的事实了，而且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比你强多了呀。我想见念念，我要见他。谁说不让你见了？等咱俩谈好了，做好了公证，你随时都可以见念念呀。做什么公证啊，半边？念念这几天他过得好吗？谁说不好了？他在我父母家玩得可高兴了。这孩子也忒野了，刚一出门就拿着他那小锤子到处乱砸，见什么砸什么，还专门砸人家汽车，楼下好几辆车都让他砸出坑来了。这要是让人家知道是他干的，咱就等着赔人修车钱吧。哎呦，我的小妹，妹不能砸呀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如果同意把念念留在我身边抚养，我保证，我会尽量满足你所有要求的。你要是愿意留在孩子身边，我就在北京给找一好工作，我保证你随时可以见到念念，怎么样？春燕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？你都这么大了还没出嫁，就是因为孩子把你给拖累了。你在家乡都待不好，在北京就能待好吗？你一个人在外地带着一孩子有多难呀？就算你能忍，可念念得跟你吃多少苦，受多少罪，你想过吗？可我现在是什么经济条件？我工资一个月1000多，我岳父是我原先研究所的副所长，他享受的是国家高干待遇。只要念念跟了我，我可以给他马上上北京户口，我可以让念念在北京受最好的教育，我可以给他你不能给的一切呀。春燕，为了孩子的幸福，为了他的未来，你也不能太自私了吧。自私？你还说我自私？春燕，我求你了，你还可以再生一个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，我求你了。抬起头来吧。你同意了？我不同意。范斌，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。你有老婆，有家庭，可我有什么？除了念念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当年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了攀高枝儿把我抛弃了。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把念念交给你抚养？你放心，就算我再难，我条件再不好，我也会把念念抚养成人的。我要把她培养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绝对不会像你一样。哎，回来吧。燕儿，燕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念念呢？就是啊，春燕儿，你不是说今天能把念念带回来吗？不是春儿，你说句话到底怎么回事？念念哪儿去了？我要跟他打官司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
我也要把念念夺回来。不是怎么了呀？那孙子把念念抱走了，还跟咱们打官司，凭什么呀？春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啊，你记住了，你身后还有我们哥几个呢，我就不信了，斗不过他们。春燕，我把话撂这儿啊，我就是豁出这条命去，我也把念念给你抢回来，你放心吧。妈妈，念念，你就是春燕。你儿子我给你送回来了，别难受了，走吧。干嘛呢？走。春燕，别让孩子忘了。念念，念念，快过来！快来！哎呦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跑哪儿去了？啊，好几天都找不着你。念念，这几天跟他们住在一块儿，有没有哭？有没有闹啊？我哭了，我也闹了。闹的呀？拿锤子砸他们的车了。那有车吗？那儿？那油可多着呢。他们都说我是淘气包，他们养活不了我，就把我给送回来了。这个小淘气包，听见没有，春燕？这孩子肯定是逮哪儿砸哪儿，把他们砸坏了，他们都不敢要他了。这孩子真聪明。怎么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胡折腾，你就回不来了。哎呦！哟，西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原来那魂劲儿都哪儿去了？不是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放弃就放弃啊？即使新平让你失望了，你就再也不追求了？星光火，谢谢您的好意。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对新平的感情一直没有变过，可这次他确实太让我失望了。看来我们的事儿啊，只能看缘分了。哥，你还真打算跟我新平姐吹啊？我来了。师傅，您叫啊！这些锁都是你进的，啊？怎么回事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上次有个顾客要装锁，正巧您不在，我请示了一下徐老板，他同意了，我就进了。上次？对。上次你进地板胶也没通过我吧？啊？这现在学会巴结徐老板，小来的你长行着了啊？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哪儿长行似的？我跟你说，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。再这样的话，给我滚蛋！您放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徐老板，为了车锁的事儿，潘经理又跟我急了。你别怕，车锁是我让你进的，回头我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。那上次您跟我说的事儿，我还去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参加哥斯达公司这礼拜的业务讲座呀，您说让我代替潘经理去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潘经理最近太忙了，以后这种活动你尽量多去参加。来子，我看得出来你挺聪明挺懂事的，我也打算好好培养你一下。哎，只要你信任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去忙吧。哎，又考七十多分啊！这学习怎么就越来越差了呢？这爸爸，你打他干嘛呀？爸，怎么回事啊？考七十多分啊？现在功课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啊？你听我说啊，考试的时候，
事？你知道你这样下岗了，这气儿不顺，怎么把气撒到孩子身上？真是，你怎么那么大火啊你？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还没吃饭呢吧？走，回屋吃饭去。走，走。等等，你还有脸进这个家呀？哎，哥，爸，您别跟我生气。你有血压高。你还知道我有病啊？我还当你不知道呢。今儿我要不抽你，哎呦，我血压都降不下来。哎呦，爸。你要觉得能打我几下解气的话，你打死我都行。哎呦，哥，你怎么那么大呀？来了回来了，你一切都过去，没事那么大脾气啊。这钱你给丫头吧。文明，文明，华子，哎呦，姐姐你可回来了，我搁那儿都蹲了两个多小时了，就怕堵不着您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轮子哥那事儿吧，我不知道他要上你们公司上班去，等于是我死皮赖脸赖着他不让他走。那这事跟他没关系，你要怪你就怪我吧，你别生他气了，行吗？你来就是说这个啊？你说你们俩这事儿够让人着急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来的正好，把这个给他。这什么呀？这个？哪儿的钥匙啊？这个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想替你跟新平解释一下去，说说话，没想到他把这钥匙给我了，更没想到这是你们新房的钥匙。哥，你放心啊，这事儿是我办崴的，我回头一准把钥匙还给他。华子，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跟你说个全怪你啊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真没着急。北京汽车修理企业有几十家，你们选择的合作是最好的吗？当然，我选的厂子当然是最好的。不过至于那个国光汽修厂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它老了一点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咱们俩去考察过，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厂房和设备的确是老了一些。但是当然，他们有一些其他条件还是不错的。很重要的是，他们厂方对我们来说的话是很有合作诚意的。看来你们俩在选择这个厂子上有分歧。Peter， 我们没有分歧。总的来说，各种条件的平衡下，我们选的厂子都是很好的。No， 你们有分歧。不 ，Peter， 我们真的没有分歧。实话跟您说吧。我对国光这个厂非常了解，因为我父亲就在这家厂担任工程师，那我呢从小也是在这家厂的宿舍长大的。所以新平小姐选择这个厂子，她是有私人感情在里头的，对吧？我明白了，
那你们中国的话说，这叫欲见谋私走后门。不过这样的话，这个厂子还可以优先考虑了。首先，你对这个厂子很了解，你爸爸还是厂里的工程师，利用好你爸爸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办事儿就方便了。在中国，这是很重要的条件。皮特，您能投上国光厂一票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现在我谁的票也不会投。环建先生，你是负责这个工作，你马上着手金星吧。你放心，我都跟新明说了，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，主要还要看我们的谈判情况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条件。这呀，就叫一刀切，技术工种的男的50，女的45，非技术工种的就像咱们这样的啊，男的40，女的35，全回家待着去。玉莲，你也太倒霉了，你刚刚35。哎呀，厂长不是说了吗？等厂子缓过来，咱还得回来呢。缓过来，哪那么容易啊？你没看吗？现在到处都是修车行，满大街都是修车厂，那要咱的活干呢？反正玉莲就不用愁了，他们家魏民不是开着车行的吗？下来了，上那儿干去就行了。怎么老提魏民啊？别提他。哎，那玉莲，那我就不信了，魏民脾气那么好，哎，你俩怎么就过不到一块儿去呢？哎呀，别烦了。莲子，呀，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啊，怎么不欢迎？看你一脸不高兴的，怎么了？哎，这不是新平吗？呀，是你们呀，辛大小姐。听说你现在给美国人干上去了啊？是啊，嗯，你们都还在这儿干着呢。可不，我们不在这儿干，在哪干呢？我们可不像你那么有本事，就这破差事啊，也快干不长了。哎，我是听说厂子要下岗一批老工人，怎么会连你们也一块下了呢？可不是吗？这不玉莲刚35。刚好赶上这一波，你看他现在愁的。真的吗？怎么不是真的？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厂子怎么会成这样呢？甭着急，等我这事儿谈定了，你的事儿就解决了。你这忙什么呢？老往厂子跑啊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将来你就知道了。不是，你小子怎么这么喜欢玩这小锤子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能光玩这小锤子，有这功夫背背古诗啊，听见没有？已经会背了。会背了，你背我听听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说你小子可太聪明了，这点跟我挺像的呀。我说，叔叔问你啊，喜不喜欢北京？喜欢。那咱以后在北京不走了，行吗？嗯。你念完了小学，念中学，念完中学，念大学。好，跟他说好了啊。上完了大学呢，咱就念硕士，念完了硕士就念博士。我干脆把你小子送美国去得了啊！不过以后啊，你可不能管我叫叔叔了，以后你得跟我叫干爸爸，怎么样？叫一声干爸爸，再叫一声干爸爸，儿子干爸爸，儿子干爸爸，儿子少华哥。念念又来给你捣乱了吧？是，你都听见了。念念，没刷牙没洗脸就出来了吧？妈带你回去洗洗。我不，叔叔说以后我就可以叫他干爸爸了。春燕，你没意见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
了？强子，这个曲轴不是你昨天从人车上拆下来的吗？啊，干嘛让二蛋包上黄油就给装上了？啊，这轴修吧修吧还能用？合着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以前经常这么干呀？你这不是回音姐的买卖吗？哎呦，我的潘大经理啊，您的手是不是伸得有点忒长了？这是我的事儿，管得着吗你？这有什么呀？现在修车行哪有这样干啊？在这儿就不许这么干。哟，姓潘的，您这不是装大个的吗？原来在轮子那边，这不规矩的事儿也没少干了吧？拆一下旧零件，重新又包起来，你看看，还要接着用呢。这是曲轴，你出了事算谁的呀？你为你们公司联系上咱们厂要搞合作，这应该是件大好事。但你们这用工法，你说是在帮厂子还是在祸害厂子？说这丫头给咱们厂子办了件好事儿，这叫什么事儿？35岁以上的，没上过高中的，他们一律不用，连玉莲都没资格了。